嘿，美丽家园的读者，大家好，我是漆木设计的 Kelly。就其实我们就漆木设计，我们在做发想的时候，我们其实原本就有一座我们自己的屏风，它叫善变屏风。然后我们就觉得说，哎，会不会其实我们在材料的找寻中，其实我们一直在找的是织品。对，然后但后来发现，哎，其实蛮多有竹，像比较一些台湾的元素，其实是可以放进来的。所以我们就想，会不会其实夹子还有可能会有机会在这个作品里面被呈现？因为我们觉得，我们一直在找艺术跟设计中间的那个平衡点。因为我们平时其实在做的比较像是会进入大家生活的产品，所以我们就在想，那这个平衡点在哪里？所以我们在找材料的时候，就在思考，如果这材料加进来，那又要大家在家里可以用得到的话，就是大家可以在生活里真的可以碰到它的话，那是不是有点耐用？然后可能在呈现上面的画面也要很美，所以我们后来才在找了这个材质，对，然后再去用这样子的发想去发想的啦，应该这样说。